首民谣唱出了这里的灵山秀水和天宝物华，平仄之间连接着当地人披沙沥金的气韵与风骨。黄金至贵之物，沙中锻磨，火中熔炼，铸就出这座城市砥砺前行的品格和去伪存真的担当。中国金都招远，因黄金而兴，以不忘初心、诚心正义的精神而扬名。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今天的招远人用辛勤的汗水和坚韧不拔的执着，以古老又新鲜的淘金技艺，铿铿锵锵奏起新时代的金声玉韵，打造出一座崭新的黄金名城。这枚精美的玉钺出土于山东省招远市老店环壕遗址，剔透的质地，玲珑的形态，无不透出幽宠尊贵，是彰显权势的重要礼器，更是超越本体的文明物化。2007年，胶东引黄调水工程在此横跨而过，魏成敏带领省考古队的成员来到招远，对老店环壕聚落遗址进行了保护性发掘。为防御洪水猛兽以及敌对势力的侵袭，远古先民们环绕聚落挖建壕沟，就是现今田野考古中常见的一种遗迹现象——环壕。老店遗址呢是胶东地区发现最大的一个龙山遗址，环壕整个面积呢在6到7万平方米，在4600年到4300年左右，与这个胶东地区早期国家起源有这个重要的这个联系。数千年后，一名战功卓著的武者从这里出发，跟随汉高祖刘邦征伐暴秦，血雨腥风里成就赫赫威名，他就是汉初18公侯之一的崇达。汉高祖6年，公元前201年，崇达获封曲城侯，带着一身荣宠和满腔壮志回到故乡。曲城成为招远境内有史记载的最早的县级建制之一。位于招远东曲城村南的一处遗址，腐蚀皆是的细碎陶片，断壁残垣上参差裸露的瓦当，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都镌刻着曲城这一汉代的古邑名邦，初为汉封侯国，即为滨海上县的辉煌印记。自崇达起，曲城侯共传3世，执政81年。在帝王对列侯势力的打压中，崇氏侯爵之位曾2次遭到罢黜。崇氏3代仍矢志不移，发展农耕，养蚕缫丝，兴渔盐之力。曲城自此一跃成为富庶繁盛的滨海上县。直至北齐天宝7年，公元556年，曲城并入叶县。唐武德6年，公元623年，在今县治至罗峰镇，属叶县。南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为召集流亡者，使其回乡安心农耕，遂改县名为招远。取《左传》昭协以礼，怀远以德之意，蕴含着召唤远方客人，广纳八方英才的理念，
也凝聚了昭协怀远、坚韧不拔、务实创新的昭远精神。昭远之名虽沿用近千年，再无别名。万物趋成，昭协怀远，是崇氏不屈不挠的傲骨，是昭远人不舍不离的眷恋。几度繁荣，几度复兴，就像它九曲回环的山水和纵横交错的地脉。景压澎湖，钟灵毓秀，神仙境，金甲天下，天赐神兽，金瓯地。这副对联中所赞誉的罗山，是昭远东北部的一条山脉，绵亘数十里，犹如一条金龙横卧在昭远的锦绣大地上。包括横贯东西的彭黄昭叶共计七条断裂带，2000余条黄金矿脉皆交汇于罗山一带，罗山也因此被称为亚洲第一金山，已探明黄金储量约占中国黄金总储量的1/8。近几十年来，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6地质大队曾多次派地质队来到昭远进行金矿地质勘查，周明岭便是其中一员。驰名中外的亚洲第一金矿田玲珑金矿田便位于罗山山脉的腹地，是罗山最为富集的金矿区。境内石英脉金矿床大面积密布，且许多裸露于地表，最容易被人发现。发光那个红点儿，这是原先的含金的矿物，叫黄铁矿。它氧化掉了以后，变成褐铁矿了。一般来说，含金量越高，这黄铁矿的含量越多。拥有中国黄金氧化矿床的地质标本玲珑贝的玲珑金矿，享有千年老矿的盛名，它也被世界命名为玲珑市金矿田。从此，玲珑金矿田在全球黄金行业巨擘们眼中具有了专属的标签和符号。离玲珑金矿数十千米的富山镇九曲村，地处于胶东西北部三条金矿断裂带之一的昭平断裂带。这处裸露地表的断裂面是昭远另一重要金矿类型焦家式金矿田的地表露头。来看看，这是主裂面，主裂面呈泥状的。我们的矿主要是俯存在主裂面的下盘，在这儿出入的宽度是超过了200米，在昭远走向长度是超过了30公里。这条带控制的金矿储量是超过了800吨，应该是世界上都比较罕见的。昭远先民无从解释这些黄金宝藏从何而来，天赐便成为最好的解释。罗山金箍指引金脉，金顶神鳌点石成金，一个个与黄金相连的神话传说经由历史淘洗，成为昭远黄金文化的一部分。那么昭远其储量巨大高品位的黄金资源又是从何而来呢？难道真的是天神赐予？以地质六队为代表的探金人在昭远留下了金矿地质勘查的足迹与数不清的成果。时间雕刻了昭远的山水，也揭开了昭远黄金矿藏丰富的神秘面纱。中生代时期，
中国东部地区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构造运动，地层挤压隆起，地壳减压熔融，金在岩浆中得到初步富集。到了白垩纪，地幔隆起，大量富金流体向地表涌动，其中在渗流中和岩石相互作用，形成以石变岩为主矿体的及交加式金矿，在岩体上拱时产生的大量裂隙中直接填充成矿的，就是玲珑式金矿。黄金作为国际重要战略储备资源，金矿深度找矿勘查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水旺庄的这块石碑上刻有3000.58米的数字，记录了昭远金矿勘探孔深的新纪录，也标志着昭平断裂带在近3000米深度仍复存金矿体。大孔在施工到2800米的时候还是没见到主矿带，这时候我得劝大家要坚持再等等，后来达到2856米的时候终于见到了主矿带，矿带厚度30多米。丰富的黄金矿藏是大自然对昭远的馈赠，也是昭远人千年沉淀蕴藉的文化与精神。从地表到地底深处，昭远以岩浆般的热忱和金子般的品质，开启了一场延续千年的淘金之梦。清晨，富山镇九曲蒋家村附近的富山上，王金勇一行7人正上山采金。古法炼金所需的原材料岩金就蕴藏在矿脉之中，主要通过漏头来判断，当地的百姓称之为苗头。今天王金勇要将祖辈流传下来的找金诀窍倾囊相授给儿子王德宇。矿呢，多数就是暴露了地表，不长陶，不长植物。第二点，露出了地表这一带，全部就是红色了。第三点，这块矿全部带风磨眼，在氧化矿当中，我们里面都含火石、薄火石。所以说含薄火石的矿飘摇得更高。在昭远，一座座金山养活着祖祖辈辈的采金人，民间自由采炼黄金的历史到宋代发生了改变。北宋年间呢，朝廷为了充实国库，即派一位重臣呢潘梅啊到昭远督采黄金呢，创立了玲珑金矿，这个比列为皇家记者统辖的重点矿产之一呀，可见地位极其重要。这座都金衙门最初为潘美在昭远办矿时所建，在这里，潘美首次将火药应用于开矿，并推广石磨磨矿先碎后陶的工艺，由砂金开采向以岩金开采为主转变，实现了中国采金史上的一次飞跃。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黄金溜槽堆石砌造冶炼技代表性传承人王金勇自有一套世代相传的采金和炼金技巧。当然这个皮纹呢就得230克，如果达不到这230克的皮纹呢，手工开采呢是选不出根。古法炼金的矿石需用含金量每吨20克以上的高品位矿石。昭远当地流传着一个古老而又实用的方法来判断金矿石的品位，叫碗。1979年，九曲蒋家村成为中国第一个黄金年产量超过1000两的村庄，这是九曲蒋家村古法炼金最辉煌的岁月。
黄金溜槽堆石砌造冶炼技艺是中国黄金冶炼技艺的典型代表，首见于宋代朱玉所著的《平州可谈》。黄金溜槽堆石砌造冶炼传统技艺是由师徒相传口传心授，那为了保护这珍贵的文化遗产，九曲蒋家村在村西北的遗址上修复了黄金古法冶炼的旧址。破碎、碾磨、拉流、冶炼，古法炼金环节的四道工序均为纯手工操作，其中拉流看似操作简单，要掌握好却不容易，是这一技艺中技术要求最高的关键技艺，掌握好才有资格称为金匠。这几个要点，拉流这几个要点你要把猛合，那毫无疑问了，必须弹得圆圆滑滑的，又说放水的钩，拉流的扫把手，不可粒的不是劲儿的拿出来，把鼓面了把它刷出去，剩下的劲儿把它慢慢冲进去，扫到底下拿完账，可以二次再加工，都达到回收率最高。如此反复操作，直至将溜板上的矿浆选完为止。接着金匠将溜板上的金矿扫入金矿槽，再倒入金簸子，将金矿再次淘洗，除去杂质，剩下毛金，装入泥碗，烘干纸包，存放待炼。如今古法炼金技艺依然焕发勃勃生机，其中重力选矿的原理仍然广泛运用于现代黄金生产中。千百年来，招远人采金炼金，代代相传的冶金技艺是招远人的生存之道，更是这片热土的性格之源。磨碎重塑，浴火重生，招远人把这种坚韧和担当融入骨子里。他们以金兴国，以金救国，用黄金书写出一卷救亡图存、舍生取义的英雄篇章。同学们，今天招远的和平是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我们要铭记于心，不忘那段金黄血红的革命岁月。敬礼。招远岐山抗日殉国烈士纪念塔前，玲珑镇沟上完全小学的师生们正齐齐行礼，向革命烈士们致敬。墓碑上一个个革命烈士的名字，记录了黄金保卫战中那段金黄血红的革命历史。我是听到，就是亲自从黄金的王德昌，他说：“人在今日在，与金银同存亡。”年逾90岁的余讷曾是玲珑金矿的副矿长，虽已离休，但他心里仍记着一件大事，要把抗战时期的运金小分队向延安运送黄金的故事讲给世人。一本规则到招远来的目的就是要占这个玲珑金矿，因为玲珑金矿当初在他心目当中是非常重的，非常重要的，他要上这儿就是掠夺黄金嘛，宁是招远，不能丢这玲珑金矿。这座位于玲珑金矿不足2.5千米的残存炮楼，见证了日军布设重兵、大肆掠夺招远黄金的历史。玲珑金矿备战之时，日军层层设岗，修建7座炮楼。不到
千米就驻扎着一个日军中队和七个美军中队。据不完全统计，在1939年到1945年期间，日军在周远的玲珑矿区掠夺了大量的黄金，超过了53万两。10000多件珍贵文物陈列在昭远革命之路红色文物展展厅内，默默地诉说着那段染满鲜血的英雄往事。面对日军对昭远金矿的封锁，苏继光、江璇等一大批革命志士深入敌人内部，发展抗日武装，发动矿工虎口夺金。在苏继光的带领下，昭远儿女奇袭伪军孙务本部，将残装金矿收进抗日人民政府的手中，伏击日军运金车队，夺取成品金、金金矿和高品位矿石，并破坏生产设备，收集黄金、水银、雷管和炸药等，上交党组织支援抗日。这座木质结构的选矿场为日军侵占玲珑金矿后所建，在这里，昭远矿工们与日军斗智斗勇。在这收黄金的呀，还不能说是我在这就是收黄金的，就是和一做买卖的要商人来出现的。你看有个吕品三是莱州的，后期叫高密了。叫一本贵抓子装在麻袋里，在院坛这个地方叫刺刀铜丝。当初我要收黄金，送往陕北送，太艰苦了。为安全护送黄金，昭远儿女开辟了2条交通线：渤海走廊和滨海通道。仅抗日战争期间，昭远共向延安秘密输送黄金高达13万两，为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经费保障。在昭远黄金博物馆中，陈列着一张1945年8月出版的第881期《大众日报》，上面刊发了一篇醒目的头条新闻：我第三路前线大军占领华北第一大金矿，日军投降，昭远解放，昭远金矿重新回到人民手中。虎口夺金的精神融入了昭远这片热土，也融入了昭远人的血液中。解放战争期间，再次竖起红色丰碑，为党输送黄金达22万两。无数昭远儿女，他们的姓名早已不可考，但其热血和赤诚永远留存。地下出黄金，地上出将军。昭远民众从小我到家国的递进脉络，演绎出了一首荡气回肠的红色史诗，也让革命老区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这位老人名叫郭兰堂，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龙口粉丝传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带着徒弟于忠教正在烹制一桌特殊的宴席，这是为昭远市山东好人、昭远好人荣誉称号获得者们特意制作的粉丝宴，代表着师徒二人对来客高尚品格至高的敬意和礼仪。自清代起，昭远粉丝就享负盛誉，粉丝早已融入昭远人的生活。在种类繁多的粉丝佳肴中，粉浆饭是昭远人看似最寻常却寄托了深厚感情的一味美食。选择粉浆饭在于它是昭远人艰苦奋斗、忆苦思甜的精神象征与寄托。
这座坐落在张兴镇徐家村的小院，门牌上鲁迅小学旧址的字样清晰可见。这里是抗战时期特区鲁迅小学的所在地，那段艰苦却团结的岁月至今仍历历可见。1939年，徐静秋带着胶东北海行政专员公署的工作人员回到家乡徐家村，在这座僻处深山的村子里建立起抗日根据地。在那个衣食短缺的年代，原本只是用来充饥解渴的粉浆饭，被战士们丰富材料改良了做法，成为战士们和当地村民共同难忘的记忆。招远人称其为老百姓自己的饭，是招远不屈不挠质朴奋斗精神的象征。要完成一桌粉丝宴，尤其是一碗地道的粉浆饭，主料粉丝和粉浆必不可少。招远的水质甘甜，气候这个湿润，阳光充足，它非常的适合粉丝生产的条件。春天桃花开，秋天收豆接，春秋两季是制作粉丝最为适宜的季节，也是粉房最为忙碌的时光。现在呢，泡着原料还挺好的，这用手一捏呢，有点脆脆的感觉。将绿豆浸泡磨碎，与水混合，浆水中带着星星点点的青绿，经过四次沉淀和一系列复杂的加工流程，得到的就是闻名天下的龙口粉丝。龙口粉丝生产呢，大约有那个90多道，核心的工艺主要有三个：原料的陈泡、三浆的沉淀、水跟糊的合理的配比。现在尽管粉丝的生产工业化了、机械化了，甚至智能化了，但是呢，哈，在这个三个的核心技艺永久都不会改变。如果只经过二次沉淀，就可以看到，在清水与淀粉之间有一层细微透明却又粒粒清晰的水淀粉，这就是二浆，粉浆饭的主料，其味道酸中回甘，清凉解暑，让人回味无穷。在招远，几乎家家会做粉浆饭，万户千家味道各异，但幸福的滋味却何其相同。家常食物往往秉持俭省的原则，化腐朽为神奇。灶火燃起，余中教将去皮拍碎的花生、切好的豆腐干和肉丝依次入锅进行煸炒，再倒入粉浆，香气渐渐弥漫。平淡的食材经过一双巧手和细密的心思，可以贡献出互相平行的鲜味。粉浆加热后，水汽缭绕的原浆中夹杂着绿豆淡淡的香气，弥散出特殊的鲜香，这是招远人熟悉的味道。待锅中微微冒起气泡，佐以招远特有的山葱，一碗色泽鲜明、鲜香扑鼻的粉浆饭就制作完成了。简单中有真味，平淡之间见繁华。粉丝菜品同样以忠于原汁原味、臻于至真至善为最佳。煎炒烹炸，咸鲜酸辣，粉丝早已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家常美味，也成为无数招远人剪不断的相思与乡愁。汗水凝结记忆，记忆创造美食，总有一种味道
以其独特的方式提醒着人们延续传承的初衷。粉丝是招远的名片，而粉浆饭则象征着招远人勤劳质朴、艰苦奋斗的精神，从古到今，更续不绝。极目罗山主峰，拔地凌云观沧海的金顶横空出世，苍翠欲滴的树木和枝蔓，含着泥土和青草气息的山峰，弥漫在山间的雾气和祥云，围绕着镇山的巨岩石柱迎接八方来客。金矿开采对生态具有破坏性，但罗山却是一座生态型金山，森林覆盖率在90%以上，被评为国家级森林公园。天素美景妥善保护，得益于招远对循环经济的深刻认识和努力践行。楚义工是招远大隐格庄金矿的高级工程师，每天下午3点，他都会准时来到智慧矿山调度中心巡查工作。无人值守、智能选矿和微矿汇建关键技术研究的创新应用，实现了对选矿工艺全流程的自动控制与监测，实现了智慧矿山的自动化、智能化，降低了能耗，同时呢，减少了指标煤矿的堆团，降低了安全与环保风险。在市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推动下，招远冶金企业大力推进清洁生产、无废料生产和绿色矿山建设，是国家级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作为黄金冶炼中产生的废水净化处理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的带头人，徐忠民始终把节能增效记在心上。然后三个学的呢，是有一个充气爆气的一个过程。黄金矿产资源经过循环生产系统，可以综合回收金银、铜、铅、锌、铁、硫等有价金属，可作为化工产品、有色金属、绿色建材的原料再次利用，生产工艺的水再次循环利用，年可节约水资源70余万方，产生了较好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市政府的推动下，招远黄金生态产业从建设初期即秉承先要绿水青山，再要金山银山的环保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共存，逐步探索出了一条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循环经济新道路。2015年，招远市打造了黄金工业园区和黄金珠宝首饰城等产业园区，形成黄金勘探、采选、冶炼、加工、销售并举以及200家企业构成的黄金产业集群。守着黄金的先天宝藏，新时代的招远人却没有一门心思挖矿卖金，他们兴文化、展形象，以金招商，以金引游，在此基础上确立了金、泉、山、海、古村落的文化旅游发展的大格局。这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新庄镇高家庄子村。我们往上看，在两侧的笋头上，过去常画有扇子的素面砖，后门上则有枫叶的图案，象征着招远先民们对出门行善、落叶归根精神的追求。新庄滨海古村落群和张兴山区古村落群承载着优秀的自然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有17个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百姓大舞台表演项目正诉说着百年一貌的今天和未来。近年来，文化旅游业已作为招远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服务业龙头和城市转型升级突破口进行培育和扶持。
开发建成了以黄金文化为主题的黄金博物馆——淘金小镇，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革命之路红色文物展等项目，伴以特色鲜明的文化节交相辉映，打造着全新的旅游产业资源，为招远的山山水水烙上了古韵而又时尚的标签。黄金是招远的生存之根，也是招远人赤诚无悔的精神象征。招远人正以金子般的韧劲和赤诚，用勤劳的双手为招远拼搏出循环发展、文旅并进的美好明天。黄金落在山间，英雄不忘家园。采金人唱响劳动的诗篇，这是一场来自远古的黄金之约。玲珑山水驱成万物，朝携怀远向火而生。血与火锻造出的招远精神，如黄金般坚韧贵重，如山海般志存高远。招远淘尽黄沙的故事早已传唱千年，百炼成金的精神铸就着招远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金至贵，人至诚，锤炼千年的招远正以淘尽黄沙的坚韧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担当，谱写出一篇百炼成金的金都传奇。